冲天啊，你看树上都还是雪。对，但是路上因为车跑多嘛，就已经化掉了。我哦，铲到边上了，人家已经。对，是我们起的晚了。清雪车它很早就出来了，不然的话到时候要结冰的。哇塞，这近郊太复杂了吧？上去一定能下来啊！犹如雪国一般，是吧？好不容易那个春天小草发芽了，是吧？树也长了新芽子，一下子改为冬天了，我去！大雪覆盖了。那新芽子不冻死吗？不会。吃的不会，还是常年经受过考验的是吧？那个叶子还没黄呢，大雪就覆盖上去，然后这个还没趁它发芽呢，大雪又盖上。前面呢把胡哥接上了，然后胡哥请他吃个饭啊。我们现在去办事儿，走在这个刚从那个亚马里克这个隧道出来，现在走在这个西山快速路上面。这个地方比较堵，比较堵，非常堵，因为下雪天的缘故嘛。然后这边一直在堵车呢，不过也好，然后一路看着雪景啊，雪中的乌鲁木齐。为啥会堵车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刚好这五辆这个铲雪车啊。它在这个清理路面，就防止这个道路结冰。因为昨天我们看啊，这个气象报道呢，说是今天有这个道路结冰黄色预警啊，所以知道为啥会堵车了吧？这些大楼都是依山而建啊。啊，这就是乌鲁木齐。在这边是吧？好好好，我们现在过来，我们把车停在这儿啊。行，你看这个楼，我前面又看了半天，我以为它没有修好，结果是在还有一节子在雾上面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满分区了，真的是蛇草湖服务区。那个，你看那个，这游客都是顶着风要去服务区上厕所，这风灌在这个嘴里面不太好说话，不太好说话。门一开，车噼里啪啦响，然后帽子不见了，找帽子去了。找到帽子没？找。湿地。哇，这里搞了一个汉代的大门楼子，又有新疆风情啊，然后又有汉朝风格。大门楼子是个景区。外面还刮大风呢，看到没有？我要把人吹下去，这个风太大了，有点风太大。这个门楼子不是
山比较厉害，所以我们要专心要开车了啊。OK， 路上风光其实也没什么了，等下次我们再出来的时候再带大家去更好的更好看的风景地方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感觉这个身体还是没有暖和，然后我们就想吃一个这个水饺。请问你要办什么业务？来，身份证拿出来。啊，这是个挡板。对对对对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要比那个啥杨霞是吧？杨霞直接是拿那个升降桌，那个叫什么板？三合板。啊，三合板直接立了一个方形的。哦。看不见对面。那个无法享受这个啥分享。不是，刚吃完这个饺子，现在去人民公园看大爷下象棋了。天还是稍微有点冷，等会儿回去的时候把秋裤套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乌鲁木齐的人民公园啊，这是再一次来到这个人民公园。那么今天呢，有啥不一样的？就是今天还下着雪啊，现在是三月中旬啊。刚才我们看到有些老大爷正在下象棋，我们进去看一看啊，走吧。中间呢，这个亭子啊，我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楼亭，这个就是这个湖心亭啊。现在这里面已经没有水，全是雪。顺着这条道啊，我们再往前走，就到了那个纪晓岚的故居啊。然后今天虽然天气冷啊，但是，到公园里散步遛弯人还是蛮多的，健身的人啊，多走走路其实也挺暖和的。虽然今天下着雪啊，真的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个岳辉澡堂啊，这是一个那个纪晓岚以前待的地方啊，具体是不是呢？啊，这个不太清楚啊，反正这边呢有很多他的关于他的这个手写的这些东西，就是拓客啊。啊，我们到那边看一下。先生赐在。然后我们这边手边呢，看到一个黑色的这个石碑了嘛，啊，这石碑呢就是他这个就是纪晓岚先生啊，以前在新疆写的一些的墨宝的拓跋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边前面不是说嘛，几个老大爷在下象棋啊，看一下这里，往下看，这是石头。纪晓岚乌鲁木齐，他比如说有写了一些关于呈上呈给皇帝的一些的，就是他的一些建议啊。刚才我们所转的呢，就是这个人民公园里面的兰艺园啊，然后它是这个纪晓岚的那个新疆的名字。这棵看起来是树，但其实它是化石，是吧？对。这它是化石，它也是树呀，没问题。化石树，这是很多年前的树，然后现在成化石了，牛！啊，这个跟恐龙擦肩而过的树。我们马上要到乌鲁木齐了吧？还有100多公里就到了。还有100多公里啊？102公里到乌拉伯呀！我天！现在是吐鲁番，这个隧道呢，就是白羊河隧道了。我们马上就到乌鲁木齐了，现在要下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。
现在呢是10:01啊，10:15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到了这个杨子江路，然后现在先找个地方先住一下，找个酒店。哦呵，你看我们刚从酒店出来，然后外面已经开刚下过雪啊，天上还在下的，只不过下的有点小了，我们车上全是雪，看到没有？走，你看看。这天还下雪哦，还下着呢，看着。这还有个包包，这还有个包是吧？嗯。你看大神穿了一个小西装，穿了个毛T，我连秋裤都没穿呢。哦哟，真真的。本来前两天还热的不行。对，前两天我还穿短袖呢，然后就，喂。可以。我喝了口凉风，700分。让我感觉又回到了冬天，哎，这乌鲁木齐真可以呢，马上4月份了还下雪，走，哎呀，给你们写个书法，知道这个字是啥吗？不是雷字就行了，早吃早饭，做 BRT 啊。我操，你吃早饭是 BRT 吗？你说不得有吗？1公里之外吧，反正走一走吧，走一走吧。算是。哦呦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看到没有？哦呦，真是的，昨天出发才20来摄氏呢，翻了个山过来，零下了，哎。